Hello， 我是 Sunny。Sunny 这一集呢要来开箱，开箱什么呢？我们知道下礼拜呢就是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啦，而且除了要吃文旦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吃月饼咯。那所以呢这一集呢就是要开箱隐藏版的伴手礼。现在中秋节很多人送月饼，有蛋黄酥啊，还有就是凤梨酥啊，还有一些小糕点。那Sunny 呢这次要来介绍的呢是绿豆碰哦。那绿豆碰有什么特别呢？它这个啊可是有钱也买不到，因为呢你不要跟我说是像陈耀勋的蛋黄酥一样，都是有钱买不到的。而且呢这个呢更特别的是，先给你们看看外观，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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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关键字没有？看到没有？中钢公司。中钢不是在高雄吗？他不是卖钢铁吗？什么时候有这个伴手礼呢？知道中钢的月饼很有名，还有绿豆碰，也有蛋黄酥。Sunny 呢要来介绍的是绿豆碰。好，打开来看一下哦，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噔噔噔噔，里面有十颗。好，所以呢它这个为什么叫做有钱也买不到呢？因为这是中钢呢福利社小港区呢给员工或眷属呢才能买得到的伴手礼。那每一颗的绿豆碰都打上这个，我们看到中一个中字代表什么？中钢的 logo， 对不对？而且一颗啊算蛮大的，然后一颗42块，所以里面呢包装是里面有10颗120，然后再加上礼盒的钱。那中钢这个呢为什么这么有名？就是第一呢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第二呢听说它是价格42块，其实是蛮优惠的，然后又料好又实在。刚刚Sunny呢看的那个外盒呢包装呢，发现它蛮贴心的，它有分荤的和素的，有没有看到？有荤的和素的，然后蛋奶素的绿豆碰。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料好实在咯。那只能说啊，就是要认识中钢的人才能买得到的，好，才能吃得到，好，买得到也吃得到，所以叫做隐藏版的伴手礼。好，我们先来切开看看哦。其实这样子的上面呢就闻到一阵阵的猪皮的奶香味。好，切开来看看，切开来咯。里面呢，所以这个是荤的，里面有肉松，有蛋黄，看一下看一下，有肉松，有蛋黄，和面图，这边是蛋黄，这边是肉松，这是绿豆，然后这是酥皮。很不错哎，你一定要蛋黄跟肉松，然后还有酥皮那些配着吃，咸咸甜甜的，它不会太甜，但它这样咸咸甜甜感觉很刚好。算是很满足的哦。我觉得它跟外面的绿豆碰很不一样的是，有些绿豆碰呢它是荤的嘛，然后里面呢还包卤肉，对不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基本上Sunny个人不是那么喜欢卤肉啊，其实纯的那个绿豆碰呢Sunny很喜欢，可是它配合的有蛋黄，然后有肉松，然后那蛋黄跟肉松都是比较以肉松来讲会可能会比较干一点，可是它的那个蛋黄啊还有那个绿豆的这部分呢它是比较湿润的，所以整个口感呢不会太干，然后也不会太甜，然后外皮呢有很酥酥的口感，有点带点淡淡的奶香。好啦，今天为你开箱的这个是隐藏版的伴手礼，中钢的有钱也买不到的绿豆碰。很可惜啦，它就是只能眷属啊或者员工才能购买，
那其实是比较可惜。如果他哪天能开放对外面贩售，我相信一定会卖得很好，因为其实这个一颗42块不会太贵，然后味道呢刚上次吃的也蛮好吃的。好，跟今天为你开箱这集，希望你会喜欢。当然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今天商立频道的话呢，你记得要给我订阅哦，然后帮我按赞分享，最重要是开启小铃铛，你才不错过商立的每一部影片哦。那今天商立的猫，我们下回见，拜拜。